房子太贵，房车太小，太空舱能满足你的一切需求。不用打地基，两小时就能安装好。长11.5米，宽3.3米，高3.2米。进入室内就是一个集成的控制面板。这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配有空调，干湿分离卫生间，多人使用也不拥挤。超大客房配上2米的大床，这个房子你觉得怎么样？